美国人气歌手 CP 查理过去以一首 See You Again 迅速火遍全球。去年他受访时，吴玉景公开了与青梅竹马女友的恋情，感情动向备受众人关注。如今时隔一年，他终于求婚成功，日前也在 IG 分享自己的喜讯，并感性的表示他特意飞到纽约向最好的朋友求婚，因为有对方才造就最快乐最好的自己，更向对方深情告白，直言会永远都爱他。随后 CP 查理也晒出多张两人一起享用披萨的合照，其中女方手上超大颗的水滴钻戒格外引人注目。该消息在社群公开后，短短半天的时间就累积超过150万人点赞。 CP 查理的多位圈内好友也都现身留言祝贺两人即将迈入人生的下个阶段，粉丝们也为他们感到开心不已，纷纷送上最真挚的祝福。Bye.